咁啊，亦一年幾尾啦？內地共計估咗嘅，跟住咧係中央要求下令救市，跟住救嚟救去救唔到嘅。震怒啊！一完咗之後，習近平主席係咩人？你同我黎庭書院、證監會、銀監會、保監會呢下頭全部同我冚唪唥落馬，全部落馬。 四大個金融啊，頭咧是一個周小川，周小川都係翻喺度，因為就係退休，今年3月，啊，佢哋聽話啲，其他啲啊，報中央高層啊，當時未能掌控內地股票市場啊，內地跟住啊，監控嘅時候出現人事巨變啊，習主席先係開刀，把中國銀監會、證監會同埋保監會一把手全部換走，查查佢，整得死嘅整死佢，整唔死嘅擺爛佢，放佢。 听唔听啊？呢个就系要执政啦嘛，呢个就掌握得掌握主动权啦嘛，唔听话叫你做咩啊？所以我成日讲啊，呢个世界上嘅国家得一个咧，国家领导咧系可以话咁样就要咁做啦。啊，你同我人民币，你同我升一蚊咁啊，升噶啦，唔升啊？你唔升啊嘛？整死佢，你识唔识啊？升升升升，佢完呢个咩啊？咪法家咯。 你同我商鞅變化個之前嗰嗰個物理係咪啊？嗰個sorry嗰個黑色連變啊，有乜分別啊？國家就要咁做㗎啦，依家同你摸啊投下票先啦，跟住商量開下會先啦，跟住經過議會先啦，跟住拉下布先啦，跟住時下威先啦，瞓下街先啦，死㗎啦已經。所以你話香港係冇辦法唔落後啊？用一套咧老到甩牙嘅嗰個系統。 跟住咧就哇！我呢個兩制嘅啊，我哋香港制度好正好正好正啊！你掹住中國最先進嘅一個系統喎，瓜啦！啊，唔好話香港瓜啦，你連歐洲啲國家都瓜啦，啲速度點比啊？係咪啊？所以抗美，找死啦！繼續。